作为每年博主，你可以做一份瘦臀比赛，你妈就一分钟就可以马上戳的哦，分钟之内就可以戳。那你做出来吗？当然，我可是有独家小秘诀的。我也有独家小秘诀啊！我的瘦臀冰山里啊，一滴胶水都不用。那我们谁输了的话呢，就要去刷100天马桶，你敢不敢？你别指我，你才是马桶公主。首先上场的是夸父泡大胸杯，多挤一些，齐齐显脸，显个大大手啊！好嘞，这种事情我在行，跟我干。我先洗的太多了，这下吧，不疼喽。谁说的？接下来呢，加入淀粉小美女，缠缠绵绵。哇哦，像搅拌奶油一样，超级的治愈哦，根本就不需要加胶水哦，还是用手搅拌，太舒服了，好好玩。一直搅拌到这种豆腐渣的状态，甚至可以用手捏起来捏成型，像不像诱人的奶油啊？接下来我们把它装盘，好像冰沙呀，完全看不出来是剃须泡了，手摸摸还能听到脆脆的声音。两种材料的塑形冰沙已经已完工，一丁点胶水也没有放哦。当然，如果你嫌弃颜色单调呢，可以加一种颜色，看起来会更仙气哦。别等一等，你见识出来什么是真正的冰山泥，这不是冰冻的海洋宝宝吗？你别忘了，我们做的可是冰山泥哦，不是解压球哦。冰山泥当然就是要冰冰凉凉凉呀。我生锈的无敌大铁锤来敲击它，捏爆它，太爽了吧这也，骨肉透肽，哇，这一盆冰山泥就做好喽，真的好冰啊。十足，准备好了吗？把耳机调到最大声。太解压了吧！太舒服了。我是找不到马桶公主这个称号啦。100天要多久啊？3个月。Oh no!